宝宝，你拿着那些我给你买的乱七八糟的裙子，你可以拍一期那个小红书的视频了。你都就是你每一件都穿上，然后在镜子前转一圈，每件都换上，在镜子前转一圈，就是换衣视频。挑战试穿男票给我买的裙子，性感辣妹风。大家喜欢哪一套呢？大家觉得直男的眼光如何呢？